说什么呀？父母，你还说我亲呢？谢什么？就说你为了钱嫁给老高喽。那为什么去当语言？他嫌我高。哎，担心他什么？他还迷路啊。放心好啦，他对这一带不多熟啊。他精神还不很好哦。会咩？不会嘞，我看他精神很好嘞。诶，你车租换到了呀？哦，你车就在附近嘛，你转弯就到了哦。你是买车的？不是啦，弟弟明天娶老婆嘛，我驾新娘车嘞。原来你那么开心，是因为家有喜事哦。老板是这样的，还更够意为什么？哦，这是你相亲成功了。相亲？你不是有一个医保的大模范吗？算了啦，不要逼他啦。为什么？又不是新加坡的李明珠了。